我已经95岁了，马上过了几天就是96岁。对我们科技工作者，我有这么一句话：社会是不断发展的，科技是不断创新的，是永无止境的。当今的世界科技的竞争非常激烈，我们科技工作者应该叫做不断的努力，不断的创新，勇于创新，敢于担当，掰出钢头，更进一步。年轻的同志，给他们摇旗呐喊，给他们鼓掌，给他们加油，而更重要的，给他们撑腰，在必要的时候，我可以当他们的场外指导。场外指导不是教练，为了人家自己去站起，我就不是站你怎么走，走怎么走，而是任务交给你，你干，从干当中去锻炼。至于800万，我现在还没这概念，我会给我们单位好好商量一下。我至少哈，我要拿出相当一部分给我们单位作为一个奖励基金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